영원아. 姐姐，我在找重娘娘，你知道什么是重娘娘吗？来，身为公主，要有公主的样子，瞧你这身脏的，小心父皇看到训斥你。日日都要守规矩，那该多无趣啊！身为皇家血脉，这是你应该守的规矩。姐姐，我不想守规矩，我想出去玩。 九灵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很好听，要不你再给姐姐念一遍？行。花娘娘、草娘娘、石娘娘、兔娘娘，哪个娘娘来，哪个娘娘去？红娘娘、白娘娘、黄娘娘。 姐姐，自从你上次训斥过我，我就再也没有去玩过重娘娘了。可是你的容貌和声音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话长。总之，若是没有军师妇女相救，我这一世可能就见不到你了。 姐姐，你回来了。蓉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二姐姐，真的是你吗？是姐姐，姐姐回来了。二姐姐。 Thank you.